Not the last forever. You only live once. So, live your life, not any other's lives. Hello, 大家好，我是棒棒干的南麦，我们又见面了。已经过了五天了，我又出了这样一个视频。这次带来的是强攻特遣队，只用了18个人。就收掉了大举进攻，积分是1600分的，这个是我目前个人看到的一个记录。第一个队员登场，这个图是圆锥，这个是我经常用妹子流去收的一个图。这个一般呢，在他的大本下方会有火箭的，但是他们这个开图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开到的这个圆锥呢是可以单收的，就是大本下面是没有火箭的，依旧是2228去打这个前阵，就是我上次做过他们的视频。这个队员是永远打先锋的，就是我会给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敢于有担当的一个队员。就是用妹子流，大家知道，就是说一个直线可以用一个引导上去，我一般采用的是一个引导，它这个难度会更大一些，但是妹子走会很稳，这样可以躲掉了在大本的右边有两个雷，这样瞬间甩出一个震爆，然后可以把菊花收掉。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小机器人，这样的话，当然他们有的管这个小机器人叫蟑螂了，就是小强，甩出这个小强可以吸收掉一些这个巨型加农炮的这个输出，然后妹子非常稳的站在这样一个地方。其实，对于我们这些经常打这种高图的队员来说，打圆锥啊，包括爪哇岛啊，包括压舱舞，其实相对来说都已经背过了，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走位，妹子站在哪个地方输出是比较安全的。这个队员打的是非常稳的，就是也没有失误。好，非常完美的收掉了。大家其实回头可以慢放一下，看看他放烟雾的位置，下船的位置，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背过的，因为在我说过，在特遣队的那个地图上是有很多网格的，就是有的时候基本上打习惯了，就不用再去重复了。第二个队员登场，欧文，他用的是火车。这个图，奇美拉，我自己用火车磕满药也去上过，但是我那个图比他难很多，我上面也全都是火箭，他这个只是在大本的右边也全都是火箭。这样的话，用火车磕满药去清掉这些火箭。因为这次他们用了18个人，所以说我很多的图用了快进，就是2倍速甚至是4倍速，这样的话也是想节省一下自己的时间。火车相对来说操作的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它这个就是你一开始烟雾过去的时候，前面有巨加嘛，就哪怕是你磕满药了，这个巨型加农炮在这个雕像加成之下也是一炮打一个的。我之前如果不磕药的话，基本上只能放4个烟雾，这个能量，用火车的话能量是完全不够的。妹子流登场，现在下船大家都开始这么玩，就是先扔一个引导在这个岸边，然后妹子集结，然后再往右边去引导，这个方式已经开始被大多数的玩家已经接受了。走的位置是非常稳的，但是这个地方因为可能太大意了，所以说在震爆这个地方没有考虑好，就是失误了。强攻特遣队是非常霸气的一个战队，他们我刚才发了，有他们大概连续打了5天6天的这个1600，其实这个1600对于每个战队的指挥来讲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而且他也巨烧药，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队员都要求4个药打底。我自己个人会感觉，这是不是 SC 这公司给我们国内的这个战队，出了一个绊子，就是消耗掉国内玩家大量的这个药水。就是我觉得 P 队是最早发现这样一个小阴谋吧，所以说 P 队呢，他们成立了第二队，就是分队。这样的话，有这个冲杯的准备镀金的这个队员呢，就选择去这个2队去养药，然后1队的队员呢就玩命的拼。这个打这个1600实在是太累了，不光是你嗑药的问题，走位啊，雕像加成啊，非常非常变态。
这个对整个战队来讲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操作吧。这个英特尔这个呢也是一个大神，就是曾经也来过我们包干的战队，就是操作是非常狠的。但是我听那个他们指挥说这个英特尔看了这个图以后觉得不难，就是还没睡醒呢就上了，所以失误就出现了。其实打这个高积分的这种图，稍微的哪怕你的技术再高超，真的稍微一走心那真的是团灭。尤其是玩妹子流，对下船的位置，对这个烟雾放置的这个位置都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叫扎卡定理，这是我据说是后山这个特遣队他们发明的，就是你先用这个炮弹呀打一下这两个火箭。大家看这个大本下方有两个火箭已经残血了，就是他先打这两下，完了以后这个妹子到了集结点以后，他会默认的先攻击这两个残血的。大家注意看看细节，甩出震爆以后妹子会优先攻击这个已经残血的这个火箭，操作真的是非常细腻，就是打的都是有计划的。这样当这个队员冲击完了以后，下个队员开始冲击第二波。心若在是他们的指挥，我听说他最近可能身体不太好，有点想弃坑，但是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他是我见过这个战队导演里边算是真的是不错的了。一个烟雾在左边有这么多迫击炮的情况下，只用一个烟雾覆盖住妹妹，然后让这个妹子呢开始往上走。当时我看这图我会想，我靠，上边还有这个机枪呢，你怎么办？虽然是残血的，但是这个队员非常巧妙的去收这个机枪。大家看一下，甩这个震爆，但是有几个妹子是没有被震住的。这样的话用这个没有被震住的妹子迅速打掉这个残血的机枪，这么小范围之内甩针爆，然后让妹子找这个缝隙去输出。心若在第二个号登场。哎呦，我最近抽烟还是多，很多人说开玩笑说，哎，奈你声音有磁性。我有时候可能之前最多的时候一天是三包烟吧，现在慢慢减到了一包半左右。就是有的时候我解说的过程当中有抽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得出来。这个引导的位置是非常的好的，就是在那个角上，这样妹子可以站在非常安全的地方，然后打掉这个喷火，非常有威胁的喷火。这边就可能只有机枪跟这个箭塔了。就很多的这个低本的玩家或者是新玩的玩家，他会觉得不太思议吧，就是你们怎么能打成这个样子。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这种经常打高图的玩家来讲，看他们强攻特遣队打这个图，我们都觉得能收获非常多。就是怎么能打出这么极致，可能对于我们来讲下兵的时候可能采用两个烟雾，他们就用一个，而且引导的时候这个烟雾的这个密集度并不是那么密集，重叠度不高，非常省能量，然后用在一个非常必要的地方，操作太好了，看了都好羡慕啊，自己也想变成那个样子。你看这样一个小小的轻微的一个引导，这样让妹子可以躲过这个高爆和地雷，只用一个烟雾覆盖住，上边就是有迫击炮，就是有机枪，就是打得这么从容。真的看了，你这玩的真好哎！这个地方，这个卡卡打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小的这个技巧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打掉两个火箭，迅速用一个烟雾覆盖住，然后往上走，太巧妙了。就是你做视频，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喜欢做极限流的视频，是第一个你看了以后肯定能学到嘛，是不是？第二个你解说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有感觉，
每个震爆都是非常优秀的，就是可以震住一个震爆震住6个建筑，当然刚才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可以一个震爆震住8个建筑的，但是你的手在操作的时候要配合脑子，这个是需要非常有耐心的。然后另外一个玩家登场，就是目前为止我收到的视频啊，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好难啊，就是包括有一个25人战队是收这个1410积分，对于25人战队打1410真的是非常难了已经。但是你想想，真的25人的视频，我解说下来得有40-50分钟吧，相当于一个人解说这个半场球赛。就有的时候我也想用什么方法能够2-3个人一起解说，这样我也不用这么寂寞。这个地方其实是有迫击炮有喷火，也是非常稳的镇住了。然后妹子开始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位置，然后这样一部分妹子在打本，另外一部分妹子在打这个迫击炮，这个已经是稳收了。最后还甩这个多管，让这个镜面显得非常火爆。阿瑟，这是我上次有提过小周杰伦，就是打图很帅气。这个地方也用了扎卡定理，先用火炮打了上面2个火箭2下，然后这样妹子去了以后会优先输出这个火箭。门口是有一个迫击炮看家的，然后还非常贪心的想要打掉这个电池，没打掉，然后一个引导往上走，他已经把这个有威胁的雷给炸掉了，所以说妹子开始走的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稳的。我以为他会站在上角去打掉这3个火箭，结果没想到他更贪心，他直接站在这个中间开始输出，这样还能多打几个建筑。就是真的是这种高级玩家，他的思路他的想法他想多收的东西远远超过你的预期。采用依旧采用一样的路线然后往上走，这次我不上当了，我知道你肯定不是站上面，应该会站在大本的左边吧。强攻，果然是强攻特遣队。我有一次开玩笑在他们群里说，我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叫强攻特遣队，因为你们都是攻。这个地方其实我解说的时候有遗漏，就是这几个震爆因为我采用了这个加速，所以说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然后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多看2遍，他那个刚才有几个非常巧妙的这个震爆，不光震住了这个火箭，还震住了机枪，包括迫击炮。这个真的咱们可以学习到，哎，就是妹子姐姐的位置。强收，非常漂亮。Hello， 大家好，有些可能是刚开始看，然后我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由18个人强攻特遣队只用了18个人，目前的记录收了1600积分的这个大女金攻。然后现在打的是火卫一，这个图呢也是相对来说，我今天早上刚收了这个图，就是我需要的是，帮我清掉这个右边有这个多管啊，包括菊花呀。我今早刚收了这个图，然后我现在在解说这个，其实我当时收的时候也有参考他们的这个录像，就是我自己觉得每次看这种视频，你不要去说，哎，我打的会比他们好，我打的会比他们优秀，我们的图比他们的还难。咱们首先要说的是，就是他们愿意把他们打的这个特遣队，这个图奉献出来给我们看，然后让我们大家来学习，这个已经是很无私的事情了。这个地方呢，其实刚才他也用了这个扎卡定理，就是先用火炮打了这个火箭，然后妹子上去以后直接可以打这个残血的火箭。然后这个地方实在是能量不够了，然后没有收掉这个菊花。哇，刚才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精彩了，但实在是嘴不够快，表述不出来，这个也是我自己的痛苦。然后这个地方呢，开始就是一个队员清掉上面的地雷，然后再炸掉这个地方的这个高爆，然后呢在这个大本的右边按的右边，然后集结，然后烟雾一气儿上去。我今天早上就这么操作的，也是跟他们学的，但我比他们贪心，我收了几个电池。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做视频，但是我的确有点慢，然后弄得大家可能一直在等，然后我已经尽力在做了，谢谢你们支持。他们说这个图对于他们来讲是第一次遇到，然后呢就是可能后来他们打这个图的时候基本上是用一个队员就可以收了。这个是稳收了，因为那个机枪的范围不足以到达那个妹子的最致命的这个地方嘛。星若在第三个号。最近好多队员弃坑啊。小眼镜登场，这个是非常巧妙，只用两个烟雾，然后让妹子集结迅速往右边走。这个是一般队员很难达到的，因为在这个岸边是有这个火箭的，你自己可以，如果说打这个赎金这个图的时候，你用两个烟雾试试。一般这个图呢选用的是普通战队，选用的是野人爆本嘛，但是他们为了追求极致，然后让更少的队员可以收掉这个图，采用的是妹子流。一二三四，瞬间丢四个震爆，然后还把蟑螂给丢出去了。小强在上面的作用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时候还得扔火炮，看没有，喷火火箭迅速去打这个小强，然后给妹子更多的输出时间，然后这样子你看呀，差一点点。这个 H 函呢就很难，可能说是做到两个烟雾就可以这么极致，当然他只是求稳，这样的话三个烟雾覆盖住妹子，然后妹子开始右边集结往上走。这个地方有小失误其实也不管了，因为那个大本的血已经很残了，就是基本上如果说不出现重大失误的话是很轻松可以收掉的。这个地方他也用了这个小强，我朋友有用这个小强去打的时候呢，比如打玩家的时候，大概是烟雾还剩四分之一时间的时候甩这个小强，这样可以吸收这个菊花还有这个火箭的火力，这个小强用得好，其实真的可以省一个震爆的时间。然后视频做完了，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然后让我又做完了这个视频，非常感谢强攻特遣队打出这么出色的这个配合还有这个操作啊，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然后下一期可能是25人战队打这个1410积分的这个图，再次感谢大家。